女人扒在电线杆子上一动不动，一个热心小伙上前查看，才发现女人早已死去多时。 CSI 的探长看着女人的死状若有所思，女人的脚和脚踝都有淤青，说明她死的时候就是站着的。昨晚雷雪交加，女人怕不是装了个13被闪电给劈到了吧。女人的僵直程度有些诡异，她就像是一座雕像。很快探长就推翻了之前雷击的猜测，因为扒在电线杆的手上并没有烧齿痕，而且电线杆的顶端也没有被雷击中的迹象。探长发现女人的手机还是全新未激活的，手上的驴牌包包也是全新的，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。这种种的诡异状况都说明女人的死绝对不简单。好在探员通过指纹比对，在医护人员数据库中得知了女人的身份，她叫护士，在一家医院工作。可探员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她的情况，就又接到了一起报案，一个男人死在了公交站台上，他姿势诡异，全身僵直，他也像个雕像一样。法医将男人翻转过来，他背上的压痕与邓条相吻合，说明他死的时候就是躺在这里的。从公交司机那边了解到，一个半小时前这个站台还没有尸体，可完全尸僵需要12到24个小时。如果男人在这的时间不超过90分钟的话，那么他怎么会完全的僵硬呢？更关键的是，这可是一天内第二宗迅速尸僵的案件了。经过尸检，法医在他们体内都检测到了安眠药成分，巧的是他们的肝脏均有轻微的暗红和桃红染色，这就意味着他们都是死于气体窒息。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，凶手是在制作真人雕像。就在大家都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探长又接到一起报案，又一座真人雕像出现了。一个黑人男子被做成真人雕像摆在了大街上，算上他已经是第三座真人雕像了。这些消息已经流出，立马吸引了一大波媒体蜂拥而至，将第三座雕像带回实验室，发现他的鞋底有一块铅板，所以他才能保持站姿，铅板上还有一层黄色的粉末。探长发现他的指甲虽然修过，但是指甲缝里却很脏，脚掌上还有一些老茧，而且头发里还有一些死掉的发饰，这与他光鲜亮丽的穿着完全不符。由此可以推断出，这座雕像是用一个流浪汉制作的。经过检验，三座雕像都有不同程度的一氧化碳中毒，甚至那些发饰也是被一氧化碳毒死的。结合所知的线索，探长对案情有了个大致的推测，凶手引诱受害人去他家，给他们吃下安眠药，然后换上衣服，按照特定的姿势固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，最后排入一氧化碳。所以这三个受害者死时即是被发现时的姿势。由于两名男性受害者还不知其身份，探员决定以护士为切入点开展侦破工作。他们来到了护士的家里，在电脑里和墙上发现了很多画像，其中一幅油画像引起了探员的注意。画中的护士双目无神，那神态看上去就像是死人一样，将画像里的署名输入度娘谷歌了一下，然后就搜到了一个人称死亡画师的小伙子，他因画死人而闻名于世。经过画师辨认，确定了那个护士曾做过他的模特，但是另外的两个人就跟他没有任何交集了。面对警长的追问，画师表示自己喜欢画死人，但对真的死人并不感兴趣。线索到这里就又断了。就在探员们一筹莫展之时，凶手又作案了。一对参加郊游活动的老夫妇也被丧心病狂的凶手做成了真人雕像。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出现，让整个案件直接上了热搜，越来越多的吃瓜群众加入到了讨论中来。而警长那边发现死亡画师竟然隐瞒了自己有前科的事实，直接将画师请到局里。面对质疑，画师直言当初走投无路就偷了5美金，现在的自己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，生活富足，根本不会再干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了。警长再次将受害者的照片摆在画师面前，画师觉得这些受害者的姿势好像是在哪里见过。几个月前，一个男人拿着几张画稿找到了自己，想让自己指导一下，可这些画稿在他眼中都是渣渣，然后那人就骂骂咧咧地离开了，还说要去参加市政雕塑比赛。根据这条线索，探员在市政网上找到了那些参赛画稿，画稿的作者名叫凶手，这些稿子里有6件不同的作品，那五名受害者分别对应了其中的一幅，只剩下一幅作品还没出现，凶手一定还会作案。探员很快查到了凶手的信息，发现他居无定所，很难锁定他的位置。不过探员在一个博主的帖子里发现了一些端倪，一条评论中，那个护士照片的发布时间竟然比发现尸体的时间还要早一些，这个回帖的人可能就是凶手本凶了。于是探员另辟蹊径，将那名博主带回局里，让他在私信里拼命地拍凶手马屁，如果凶手回应的话，探员就可以定位到他的 IP 地址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位母亲来到局里报案，他的儿子在早晨上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家。就在这紧急时刻，疯狂的马屁也让凶手有了回应，探员直接就锁定了他的 IP 地址，然后顺着网线寻到了一家图书馆。
将正在回帖的凶手逮了个正着。他的电脑上残留着与受害者身上相同的黄色粉末。面对审讯，凶手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但他却拒绝透露那名男孩的位置。一直以来自己都不被人认可，这次他一定要完成所有的作品，让世人大吃一惊，哪怕被判处死刑也在所不惜。经过检测，那些黄色粉末是黄麻纤维，这种纤维在凶手和受害者身上都出现过。那么有这种纤维的地方就是作案现场了。探员以抓到凶手的图书馆为中心，对附近的建筑逐一排除，终于锁定了一间存放黄麻纤维的仓库。探员全体出动，在仓库地下室里找到了那个小男孩。幸运的是，经过一番抢救，小男孩也恢复了意识。